七七，
对，
摔了一下。 Thank you.
不要轻易放弃吧，觉得自己要生病，你不管他了，你上台讲了，你就不是，你尽量你应对，不找借口，该打就打，那不管，那不管，那不管，但你一旦上了场，你一旦上了场，那那不管，那你打他，他是紧张，那不要紧张，那不管。我这是上台率，上台你不讲上台率，打打打打个屁的，打死得快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说让他一直不停的刷球啊，上去大数据，大数据够吗？对啊，我的意思不要心理暗示，觉得开始了啊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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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呀！太强了！赢了现在啊，一比一，他领先四五个，哎呀，居然丢了，丢了四个，打完了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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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防守的，该打。啊！李峰，开一点，开一点，李峰开一点，哇！八点钟赢了吗？这么高，你还防守？